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更新一，中国上市公司使用濒危动物部分作为成分报告；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现在充斥着反犹太主义言论；加州州长在前往中国的旅程开始之际，向大家保证他的州将始终是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伙伴；印度在媒体打压中，记者们重新考虑职业。 中国展开魅力攻势为习近平访问铺路，请大家收看更新一。中国上市公司使用濒危动物部分作为成分报告。雅虎有三家中国制药公司被指控在其产品中使用动物成分。EIA 组织呼吁包括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和瑞银集团在内的投资者撤资北京同仁堂集团。 吉林敖东制药集团和天津制药集团，EIA 表示，这三家公司是七十二家至少在八十八种传统中药产品中使用豹和穿山甲身体部位的公司之一。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现在充斥着反犹太主义言论。外交官。 犹太人仇恨和伊斯兰恐惧症正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蔓延，包括微博。在以色列和加沙冲突持续进行的背景下，根据这篇专栏文章，中国共产党 （CCP） 严格控制社交媒体，仇恨言论反映了该政权的决策。虽然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会删除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但对违反其社区标准的反犹太主义内容却几乎没有限制。 C C P 还利用这场冲突夸大反犹太主义的陈词滥调，并传播虚假信息。国家媒体将以美国为以巴冲突的罪魁祸首。网络仇恨言论是对人权和民主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加州州长在前往中国的旅程开始之际，向大家保证他的州将始终是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伙伴。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向中国保证。 无论明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他的州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纽森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发表了这些评论，这被视为加强加利福尼亚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种尝试。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因贸易争端和其他问题而恶化，但气候变化仍是一种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 纽森此次访问引起了一些倡导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批评，他们对他决定不涉及人权问题表示失望。印度在媒体打压中，记者们重新考虑职业。德国之声：印度新晋记者正面临国家支持的攻击，政府对批评政府的新闻机构进行逮捕和突袭。在对 NewsClick 记者的家进行突袭后，至少有二十五人在新德里被警方询问。 该机构的创始人和人力资源负责人根据非法活动预防法被逮捕。政府对其试图压制新闻自由的指责予以否认，但人们对年轻记者的影响表示担忧，他们已经面临着机会减少和低薪的问题。中国展开魅力攻势为习近平访问铺路。华尔街日报据报道，中国正在为习近平主席可能在下个月访问美国做准备，展开一场美国魅力攻势。 虽然尚不确定习近平是否会接受拜登总统的邀请，但中国正在采取措施为这次访问做准备。这将是习近平六年多来首次访问美国。预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本周访问华盛顿，与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峰会准备会议。此外，一支由中国商界、文化界和体育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包括篮球明星姚明，将在纽约进行一系列公开活动。 这场魅力攻势还包括学术交流的增加，以及副主席韩正努力吸引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尚未确认习近平是否会访问美国，但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有兴趣参加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计划在周二批准一千三百七十亿美元的额外主权债务。路透社。 中国计划批准额外发行一万亿元人民币和一千三百七十亿美元的主权债券，以促进基础设施支出和鼓励经济增长。这笔债务将用于水利和防洪工程、灾后重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此举是在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显示出复苏迹象、增长超出预期的背景下进行的。分析师表示，政府年度百分之五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主要依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而不是主权债务来资助基础设施需求。但最近的洪灾促使政府加强受灾地区的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据荷兰报报道，被指控盗窃的前 ASML 员工后来去了华为工作。彭博社，据荷兰 r c 报道，一名曾在 ASML 工作的员工被指控窃取了芯片制造公司的数据，并随后加入了华为。 这名 ASML 员工窃取了一套用于存储有关该公司机械技术信息的软件系统的数据。此举发生之际，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获取可能使其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半导体技术。这名前员工在中国工作，并被认为与一个国家赞助实体有潜在联系，并代表其窃取了这些数据。大浪猛击北加勒比海，飓风塔米转入开阔水域。美联社。 台风塔米已经登陆巴布达，并目前位于加勒比北部。预计它会稍微加强后减弱，并可能在各个岛屿降下多达三英寸的降雨。热带风暴奥蒂斯也在大西洋中，并正朝着墨西哥南部海岸前进。预计它会加强，并给该地区带来大雨。印度尼西亚计划采取措施以保持通胀率低，保护购买力。路透社。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Frimo Yoni Indrawati 表示，印度尼西亚正在准备政策措施，以保持通胀率低，保护购买力，并支持经济增长。监管机构还将对金融部门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其在市场波动期间的健康状况。政府将采取措施保护购买力，以应对厄尔尼诺天气模式的影响。该模式导致该国许多地区出现干旱，并影响了农作物收成。 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在走弱，促使央行提高利率以防止进一步下降。财政部长表示，他将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减轻全球发展带来的风险。黄金在困难时期重新确立了其避险地位。彭博社，自从哈马斯于十月七日袭击以色列以来，金价已上涨超过百分之七，受到避险需求的推动。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增加了地区更广泛动荡的可能性，导致对黄金作为价值储存工具的需求增加。上周五，黄金价格接近每盎司两千美元。此前，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用制导导弹袭,袭击了以色列的多个目标。然而，黄金仍面临来自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阻力，这推高了债券收益率，使得黄金看起来不那么吸引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是你们的观察员。今天我们聊了一些中国和国际的新闻。首先，有报道指出三家中国制药公司在产品中使用了濒危动物的成分，这引起了环境组织的谴责。这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企业在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另外，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反犹太主义言论的情况。 这反映了社交媒体平台对仇恨言论的管理不足，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处理敏感政治问题上的做法。加州州长在访问中国之前向大家保证，无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加州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表明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性，以及加州州长希望加强加州的全球领导地位。此外， 印度的新闻界正在面临政府的打压，新闻记者们正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这引起了人们对新闻自由的担忧以及对年轻记者未来的担忧。中国正在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的美国访问做准备，展开了一场魅力攻势。这表明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最后，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计划发行额外的主权债务，以促进基础设施支出和经济增长。这显示出中国正在努力维持经济增长，并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们看到了中国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讨论，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想法。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 六度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